养的，又养了泡点。走。妈，能多傻呀？没傻，妈和他们捉迷藏了。妈，谁要长了吧？小孩家管那么多，走回家去。九儿，快点吃，吃完去赏雪啊！哎，给小九儿你吃。过去吧啊！哎，对对对对，哇！哎，送三妹。你来了，张老板。哎，你要的货物你送来了。哦，好好。啊，三妹，一共七袋。啊。给你按600块钱吧。嫂子，啊，三妹儿啊，村长在吧？啊，在。你看你，又不是外人，有事说事，恁客气干啥？大酒干啥？这酒啊，是专门托人从城里买了。收下吧，嫂子，这是我的心意。嫂子，你收下吧。中了，恁得送咱们一片心意，收下吧。拿着。啊，那中。我去给你倒点水啊！啊，村长，嗯，你知道俺来找你干啥？干啥？借钱，再不还钱，他们就要拆俺房子。三妹啊，你叫我咋说你呢？啊？当初我就劝你别跟他们打伙去种那个药材，你就是不听，见高利贷也得种。三妹，给喝点水啊。咋样？现在傻眼了吧？那我也是想办法致富。
谁知道这两年的药价又接着往下跌。哎，小金的爸爸还没有消息。你看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，那么不会说话。嫂子没事，我和孩子早当他死外边了。哎呀，我知道恁家困难，可是当今谁家也不宽裕啊。村长，俺求你了。你看你这是干啥？要快起来快起来，我没有说不帮忙嘛。这是弄啥了？这是我现在不是在想办法吗？你看现在我只要用我这张老脸去求人家化工厂段老板了。谢谢村长，等熬过今年秋天药材上了市，俺一定还他们。哎，三妹儿慢走啊。进来不？啊，你好，找谁？我找高文婆董事长。预约了吗？没有，我是大屯村村长石三明。哦，那我先上去通报一下好不好？中中中。喂喂，队长队长，现在门口有一个人找董事长，请问是否放行？交所通知。好，等待，稍等一会儿啊。中。门卫门卫，可以放行。好，明白了。好，请进吧。中中中。小三姐来找你了。知道了。三妹这人呢可好。来来来，喝水。哎，好好好，坐啊三妹。哎，三妹，这人化工厂的王主任啊专门来给你送钱来了。啊，给，这是两位。谢谢啊。不用谢，这是我们段文博董事长的意思。